大家好，我是 MC 正经人，接下来呢录个神曲儿。这个神曲儿呢是啥呢？叫零读七代。没错，就是你们嘴中的七拉拉，送给你们。终于你找到一个方向，喜欢的朋友评论转发扭扭扭，找一下伴奏。外表健康的你，曾经我每当唱起这首零读七代的时候，你总是对我说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再唱了，再唱我就杀了你。是你杀了我，是你杀了我。而现如今我又要为你唱起这首七拉拉。曾经你为了金钱，为了权力放弃了我，而如今我站到你的面前，拿出我的实力，你又是个什么东西？一首零读七代，起拉拉怎么了呀？起来啦，下载上台发财浪费土生头，起来啦不起来起来啦，兄弟送杯送杯杯，起来啦不起来起来啦，下载上台发财浪费土生头，起来啦不起来起来啦，兄弟送杯送杯杯。又来了一首齐拉拉零读七代，送给你们。下面那半段咱别唱了呗。如今的社会，最现实的虚伪，带给我的就是他妈一身伤痕累累。这首零读七代的兄弟们，双击转发评论扭扭扭。要看他每天歪歪调频308170，欢迎你的光临，在这里祝大家生活快乐，再见。